晚上好，我是小韩老师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86天，到你们啦。晚上好，我是关凯琳。今天是我参加大声朗读的第86天。很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开始读今天的内容。第一篇我们要读到的一首小诗呢，是一个12岁的小朋友写的。星星和月亮，星星和月亮，我害怕一个人，我害怕一个人，在这里生活，在这边生活。星星和月亮，星星和月亮，这比我勇敢，比我勇敢。即使他们相隔几千里，即使他们相隔几千里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从不向孤独屈服，从不向孤独屈服。很好。你很洪亮，老师听得很清楚。好，第二篇，星星说，星星说，我站在阳台上，我站在阳台上，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星星，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小星星，它们一闪一闪的。他们一闪一闪的，好像对我说，好像对我说，该睡觉啦，该睡觉了。嗯，朋友写诗都很有想象力，是不是？好，蜗牛与瓢虫，蜗牛与瓢虫。我是一只小蜗牛，我是一只小蜗牛，背着瓢虫去旅游，背风去旅游，瓢虫想看牵牛花，说是能吹小喇叭。小喇叭，我偏要爬葡萄架，我偏要葡萄架，酸酸甜甜口水流，酸酸甜甜口水流，争吵不是好朋友。天晴不是好朋友，不如一起想办法，不如一起想办法，去找一个爬藤架，去找一个爬藤架，又结葡萄又开花，又结葡萄又开花，很好。乌衣巷，乌衣巷，真棒。朱雀桥边野草花，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乌衣巷口夕阳斜，旧时王谢堂前燕，朱熹王堂前燕，堂前燕，对，很好。飞入寻常百姓家，飞入百姓家，这是一首很有名的古诗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首。我看过你，我看过你，你哭，我看过你哭。我看到你哭，一滴明亮的泪，一滴明亮的泪，
涌上你蓝色的眼珠，涌上你蓝色的眼珠。那时候，那时候，我心想，我心想，这岂不就是一件兔事？一朵紫罗兰上垂着露，我在。紫罗兰垂着露，露。我看过你笑，我看过你笑。蓝宝石的火焰，蓝宝石的火焰，在你之前也不再发闪，在你之前也不再发闪。宝石的闪烁，宝石的闪烁，怎么比得上？怎么比得上？你那灵活一瞥的光线，你的灵活一瞥光线，很好。下一首，这首诗还有下半部分哈。好，我们继续来，仿佛是乌云。仿佛是幽云，从远方的太阳，从远方的太阳得到浓厚而柔和的色彩，得到柔厚而柔和的色彩，就是冉冉的黄昏的暗影，这是黄昏的暗影，的暗影不能将它从天空逐开，也不能。你那微笑，你的微笑，给我阴沉的脑中，给我的脑中，也灌注了，灌注了。纯洁的欢乐，纯洁的欢乐，你的荣光，你的荣光，留下了光明一闪，留下了光明一闪。恰似太阳，恰似太阳，在我心里放射，在我心里放射。很清晰啊。好哇，这一首特别的长，但是这首诗呢写的非常的好啊，名字叫做我愿意是急流，你愿意是急流，我愿意是荒林，我愿意是荒林，在河流的两岸，在黄林的两岸，对一阵阵的狂风，对一阵阵的狂浪，勇敢的作战，我勇敢的作战，只要我的爱人，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，是一只小鸟，在我的稠密的，在我的稠密的树之间做巢，树枝间唱鸟，鸣叫，鸣叫。我愿意是废墟，我愿意是废墟，在陡峭的山岩上，在陡峭的山岩上，是静默的毁灭，是静默的毁灭，并不使我懊丧。我不是的，只要我的爱人，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，是青青的常春藤，沿着我荒凉的额，沿着我荒凉的额，攀援上升。亲密的攀援上升，我愿意是草屋，
我愿意去草屋。在深深的山谷底，在深深的山谷底，草屋的顶上，小嫩的顶上，饱受风雨的打击，一大风的雨，只要我的爱人，你怎么的？只要我的爱人，只要我的爱人，只要我的爱人，火焰。我厌厌，在我的炉子里，在我的炉子里，快的缓缓。我在看着你，厌的黄牛。嗯，最后一节哈。云朵，云朵是灰色的破旗，灰色的破旗，灰色的破旗。在广漠的空中，在广漠的空中，懒懒的广漠中的空中，只要我的爱人，我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，傍着我苍白的脸。我吞彩出牙，显出鲜艳的辉煌，显出鲜艳的艳阳。嗯，好，这么长我们都完成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首。粼粼早春，粼粼早春。问春从此去，问春从此去。几日到情缘，几日到情缘，凭寄还乡梦，凭寄还乡梦，殷勤入故园，殷勤入故园。好，接下来是一个11岁小朋友写的一首只有两句话的小诗哈。人生，人生，人生就是小草，人生就是小草，时间一到，时间一到就黄了，就黄了。嗯，小朋友有这样的感悟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首。立夏，立夏，今天是立夏，今天立夏，今天春夏交织的日子，春夏交织的日子，就像是就像是奶奶的织毛衣，奶奶的织毛衣，一半是绿色，一半是绿色，一半是红色，一半是黄。嗯，很好。好了，今天呢，我们这么把所有的今天，我看看有多少人在线哈。老师在五三五八十五。再来啊！严厉的三五和35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快乐，我觉得很幸福，很开心。很开心，我觉得我很快哟。这五个人一起大声朗读，我觉得我很开心和幸福。开心，我觉得我很开心。好的，那谢谢同学们分享你们的感受给我。今天我们大声朗读的内容就结束啦，同学们再见。小兰老师，再见，再见，不客气，同学们再见。